的你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早安。嗯。啊，那也是晚安。你可以来厨房吗？哎，来休息一下。今天我要来开箱这个，噔噔，这是我在干妈爱乱买的牛肉面。听说它就是手工的面，刀削面，然后再加它的牛肉包。这个我们干妈吃了以后非常的推荐，她就说超好吃的，然后不加防腐剂，然后全部都是手工做。只要我在女神奖都不用，这张纸都把它打开，这张纸就是。啊，你看哦，它这边就写说它有猪肉面、牛三宝面，然后还有麻辣的牛三宝，还有肉燥跟香辣面。啊，我订的都是牛，因为我们家爱吃牛，所以我就订牛。我来打开看它有什么东西。然后上面是写说先加水。水加了以后，再把肉包放下去，酱汁跟肉包放进去，然后最后再放面。那我们看它酱汁一包打开来，里面是，它呢就是面条。干妈说它的面条很好吃，然后但是呢，要退，就是它你平常不吃的时候就冰冷冻，然后要吃的时候把它放冷藏，放了冷藏以后，放冷藏软了以后再来煮会比较 Q， 是他说的，一直叮咛我。好，我说你为什么不煮好给我吃啊？真的是。来，那这就是它的牛肉包哦，还有分一个这个酱啊，所以我现在刚刚有先煮水了，我现在先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啊，水果能怎么办？所以我现在是怎样？赶快先把这个酱汁放下去吗？先把火关小。我们看一下，噔噔，哎，水倒水吗？水在这里。对，好，那我就先把这个牛肉的酱包，应该先把三个都打开，然后把三个，我这个是红烧牛肉面，所以我就先把牛肉的酱包放进去。酱也要吗？看看里面，哎，你看它这个是有那个牛肚，哎，我看到牛肚了，哦，然后放进去，牛肉放进去，然后还有。再一包，因为我今天要煮三包给大家吃，然后再一包牛肉，牛三宝，听说很厉害，对啊，听说很厉害的牛肉面，然后就是牛肉，然后丢进去吃，然后等它水滚了以后再丢面进去。杏鲍菇，我要加杏鲍菇。哇，你看这个汤，那汤是不是很浓郁的感觉？真的耶，汤好浓郁哦。拿这个面，我就等它滚了再放。你不要这个石头哦，谁给你的？我不要这个。那就不要就不要，干嘛一直面啊？真是很无聊哎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等它滚了以后呢，我等一下再来丢这个面包。然后我有准备了那个杏鲍菇，哎，这个酱是不是也要现在加？好像是导游呢。这个酱汁应该也是一起加的吧？这个应该不是，这个是牛肉面啊，所以应该不是好了才加，应该是现在就要加，是吧？我进人会晒啦，啊，来个水果。哎，好香哦！哎，它的汤好香哦。水果汁哦，滚。这是有点那种，有啊，它刚滚了，我才加的。它刚滚的时候，面才黑了，比较容易滚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有一包在这里。那我先把面拿出来。好 ，OK。它这个面你看很厚实哎，它的面条很厚实，很 Q 哎。对啊，刀削面，手工刀削面，听说很好吃。等一下试试看，看够不够 Q？ 你看很厚实，真的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等一下，那我先把我的杏鲍菇。啊，先黑上黑了，黑上黑了就滚了，不等下会熟的。更丰富哇！这一锅牛肉面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杏鲍菇整体都滚过，这杏鲍菇对。好 ，OK， 那我把这最后一把酱汁弄下去，我们就先关起来让它滚吧。OK， 好，你看，噔噔，满满的杏鲍菇牛肉汤面。好，我们待会看看喽。OK， 拜拜，待会见喽。噔噔，哇，滚了滚了滚了，你看，哦，滚了。我们来看看里面哦，哦，看牛肉，好香哦！我现在整个厨房都是这个牛肉汤的味道，真的很香。
好，那我现在把面放进去哦，把面放进去。哎，这面好 Q 哦，你看很厚实。哦，我实在想不到这个红烧会不会辣，小朋友会不会没办法吃呀、啊？就在想，哇，我放两个好像就已经有点满了呢，怎么办？还要再放第三个吗？你看我的这个，还是先放两个就好了，先放两个。哦，很快很快就 Q 了哎，放两个又怕不够吃。应该是可以啊，这种问题只是四人份，然后它把它开了就下去。嗯，好，再一个，三个，嗯，满出来了，满出来了。好，哇，好丰富哦！哎，这个面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，我觉得它厉害在厉害它的汤头跟面。对，然后如果你们觉得那个因为我还不知道它的牛三宝的料有 多少啦，你看这边，我可以自己再加一些牛肉进来啊。我觉得这种就是吃汤头跟吃它的，你看它的牛肉，嗯，吃汤头跟吃它的面，对啊，那可以自己再加牛肉进来，我会更赞，这样很方便嘞，因为平常就放冷冻库啊，那放冷冻库我就不用去，你看你看那么大块的，嗯，还不错，那我就不用，哇，真的蛮多料的哦，嗯，蛮多牛肉的，放冷冻库冷冻，那这个面可以冷冻的话就很方便，然后这个牛肉包也可以冷冻，哎，那这样真的很方便耶，嗯。推荐给大家哦，可以去干妈爱乱买的团去跟他订这个牛肉面，我订了预订了大概快一个月才送来吧，因为它都是手工慢慢做的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还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嗯，好喽，那等一下等他我们再录一下大家吃的感觉好不好？嗯 ，OK。牛肉面，牛肉面好吃吗？好吃。看看是怎么样？有没有很 Q？ 是不是很 Q？很 Q 吗？很 Q 吗？好不好吃？大声讲出来！点头如捣蒜，点头如捣蒜呢、欸。看你吃，好像真的很好吃。这个面，我刚才很担心会不会辣，看起来不会哈，一点都不辣。嗯，那小米来，你吃给试试看看好不好吃？嗯，这是干妈推荐的牛肉面哦，好不好吃？牛肉刀削面，好吃吗？嗯。我来吃我的牛肉汤。那个干妈可以当啊，这也是面哦，也是面啊。干妈可以当，因为它就是，你也可以面不要加，只要汤就好了。女神二号，对，嗯，试试看，来给一个点评吗？对，是阿公的声音。哎，很嫩哎，牛肉好嫩哦，牛肉很嫩哦，啊面呢？阿哥，也很嫩啊。有没有面很 Q 吗？很 Q 啊，很 Q。那它这是三宝加牛肉，我是三宝加牛肉，所以应该会有牛肚、牛筋，然后还有牛肉片。但是我就觉得肉量有点少了，但是它是卖它的汤头跟卖它的面，它的面是手工刀削面，很 Q。要不要吃肉肉？哦，它里面也有一片。我弄小块给你啊。嗯，要不要？吃一口，什么都要尝试看看。对，有没有很嫩？很嫩呢，真的、哦、好吃吗？好吃哦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干妈推荐。大家如果要买这个冷冻的刀削牛肉面加汤底，我觉得冰在冰箱真的很方便。点心可以吃，嗯、点心可以吃羊肉多冰。这是红烧，到底哪一个牌的、啊？什么叫哪个牌的？没有，它就是手工、啊、高雄的手工面店自己做的，没有品牌，就是。那个路边的那个店自己弄的、怎样？你叫妈咪怎样？怎么了？你要吃给妈咪看。哎呦、你开始说了嘞，我给你水好不好？哦，没有啦，不是啦，塞牙缝是不是？怎样？肉肉塞牙缝哦，爸爸帮你看。嗯，肉肉塞牙缝哦。没有啊。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摸摸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我倒水水给你。好，再多吃一点哦，全部吃完。汤也很好喝，汤也好喝哈，很浓郁哈，耶！那这个牛肉刀削面成功，耶！你也在被人爱打一架，讲得好顺哦你。三小米你嘞？大家分享小铃铛，赶快吃了，不要再给我画画了，吃饭时间。嗯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的作品。你在乱画什么？没有，这是我的设计图。设计什么吗？对，还没有画完。哦，嗯。好啦好啦 ，OK， 好吧，那我们开始享用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